我再说两句啊，前面的人呢都聚齐了，好几千人开咱这分享大会，都给点力啊，明白没有？表表态。我让你表态，你干啥呢你？啊？起来起来起来！还有你，到底干不干？跟谁说话？大哥，你跟谁来这个呢？你什么态度说话？自首。自啥手啊？自首行吗？那他钱打哪儿来呀？我发现你怎么张嘴就来呢？你打他！别！都自己，这都自己人干什么呀？就这一回，下不为例啊！问你一会儿干啥？我这主持。那词儿有没有？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我这一会儿哈，前面说去。不是，明白没有？我说完以后，那你干嘛呀？我找那几个人，你找了吗？谁来就这事？那不完了吗？关键时刻不还得大哥上吗？一会儿叫老太太有老太太，叫老头有老头啊，明白没有？明白。你知道你干啥吗？干，干谁呀你呀、啊？你一会儿就举手，我买就完了。哦，明白没有？干！开灯，音乐。哎，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分享大会的医药代表，我的名字叫侯振鹏。《本草纲目》记载了什么药材，我们这个口服粉里就有什么样的药材。而且可以说吃完这个口服粉以后啊，起死回生，那是延年益寿，包治百病。当然我这么说呢，大伙儿肯定认为我有可能是个骗子，我像骗子吗？没关系，但是老年人不骗人，对不对？今儿呢，我还特意请上了几位啊，这个用过我们产品的好朋友上台分享他们用过这个口服粉之后的一个效果。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第一位分享者上台。微笑，微笑起来。阿姨您好，您先自报家门，做个自我介绍。朋友们，哇，这底气！大家好，哎，我的名字叫马凤琴。哦，马阿姨，我来自辽宁省沈阳市。哎，我家隔北陵住。哎，您等会儿。我家是啊。您住坟里是吗？隔北陵旁边住。哎，您别紧张。我妹妹是马头琴。哎嗨，这是说。是，咱不提您妹妹的事儿。是有点。咱们是分享这个口服粉呀。是。哎，我今天给大家搁这儿做个小分享。太好了。分享一下子神奇口服粉。嗯。带给我生活的改变，多好！朋友们，话说呀，是2016年，我真是不想说这干啥，我真是我这么大岁数，哎呀，我得这病啊，我这连忙打个。您这什么病都没事，您跟大伙说说，大伙儿听我跟您这个，哎，2016年值得不？上那个医院，做两癌的筛查体检，我当时，我打医院出来，东北39天，那风跟小刀拉似的，我都啥感觉都没有了，我就想我说我完了，我说我得这病我能活多长时间呢？我当时，我走投无路了，哎呦，我就在这时候，怎么着？我遇见了小猴。他就问我阿姨呀、你咋的了？我说我胸脯在这长个大疙瘩呀。他说没啥事儿，你试试我这口服粉。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买了3盒，你知道不？妈，哎，怎么样？妈，告诉你，你知道不？哎，太逼了。就这口服粉，我就喝了3包，你知道不？你这第一感受是啥吗？就我这身上哈烫啊！哎呦，哎，就跟就是那种身上感觉就欲怒这个什么，哎呀，是烧。完了，我搁沈阳冬天冷不冷？
我吃完口服粉，我告诉你，冬天你知道我穿啥吗？不知道啊。我穿背心我就上街呀，真的，和北陵的老头都追我，你知道不？完了，我就带我外孙女哈，就滑冰出溜去，妈，我一上那冰面，你猜怎么着啊？我知道啊。你看你是不是吃过呀你呀、啊、冰雪融化了，是是是，神奇口服粉威力太大，我这种感觉太好了，所以我今天来我啥意思都没有，你知道吧？哎我一个老年人，我用我的声誉，我跟大伙儿保证，就是你们要是说一会儿走，你带两盒货，明白吗？对，因为你真你不买你走不了。哎，您这不能说，您不啊，达凉粉魏一力。您等会儿，咱不是这一产品，知道吗？啊，咱这神奇口服粉，口服粉威力无边呐。您接的活太多了，是，好啊。你们就尝尝，小猴。哎，阿姨，谢谢你、啊。我们也谢谢您的分享。我谢谢你，是吃的药好啊，好好好，你们买吧，好吗？哎、好好好啊，完了，买这个药不白买，哎、一盒呢，我能提三。我您少说两句啊，谢谢啊，我走了啊，谢谢您。已经有朋友想买了，跃跃欲试。哪位想买我们这个口服粉？有没有？我买。谁买？我买。哎，你看，谢谢啊。终于我买。哥，哎，您等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要买啊。对，打算买多少盒？全包了，哥。哎，全包了不行啊，一个人今天最多买两箱，还得给别人留着呢，是不是？就两箱啊。你想买这个有什么效果呀、啊？起到我，为生发。哦，为了生发。对，刚才我说我们这个延年益寿，包治百病，也有生发的功能。嗯，那好，到那边买去，好不好？这么交钱是吧？哎，那边交钱。好嘞、啊，希望您早日长出头发。好，刚才呢，我们请出一位这个马阿姨分享的特别精彩，大伙儿也没看过瘾，是不是？哎，再请出一位男同志上台分享。谢谢，谢谢你们。我叫金广发，金大，我是鞍山的。哎哎哎，鞍山，我特意上沈阳来。我贵气。好嘞，口服粉啊。哎呀，您这您也说说吧，啊，是吧？您看今天不急，别您，我这么大岁数，急什么病？您跟那马蜂窝一家子是怎么着啊？您说两句，来这干什么来了？您说两句。我呢，说刚才凤琴，哎，说那个事儿，嗯，真假啊？我不评论，因为啥？没发生在我身上。我是咋的呢？啊，就是说，老年人都是有我这方面的情况。哦，都，哎呀，不是，怎么回事呢？我实话实说，我呢，就是不爱上厕所。哦，你们乐啥呀？怎么不上厕所也乐呢？真行，常见病，常见病。我呢，很长时间不去啊。多长时间？最长时间，嗯，你猜，多长？多长时间不去厕所？两年我咋不死了呢？我两年呢，张嘴就可敢了，讨厌了。哎，您这么着啊，您甭让大伙猜了，猜什么日子都有可能，您就说吧。一个月。哎呦，那够长的，一个月不上厕所。哎呦，好家伙，我痛苦，真是，有时候晚上睡觉我真是，哎，我搁那躺着我受不了啊，一个月不上厕所。这当中小猴走进了我的生活，还得是我们。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我买了三盒。哦，我吃了一包。怎么样啊？就一包。身体发热吗？身上感觉哈，就是，呵，整个机能都带动了。哎呦，这当中，晚上8点吧，哎，我进的厕所。第二天早晨我出来以后啊，您在里待一宿是吗？哎呀，您这是稍微有点夸张了，真的好啊，能见得我们这个药确实了不起。所以，神奇口服粉你买去吧，你吃吧，哎，肯定管事儿，就有用。哎，确实都好啊，觉得好，这么着，您配合我们一起销售怎么样？那必须的呀。现场有没有想买的？还有买的没有？谁买？谁买？搁哪儿呢？谁买？上来，又来了。哎，这我给您介绍啊，这不是别人啊，谁呀？这大伙都见证了。刚刚买过我们口服粉的朋友，您分享的这功夫，头发长出来了，是不是？茂密，哎，这么会儿一头白发，
呀，那你直接吃完了，你是奔底去的呀？这是啊啊，这到头了，这就啊。保密，所以挺好啊。现场还有谁想买？管用吧，快点买，你看看，太发财了，这叫什么？小王买，得，哟，买了。我们可盯你们很长时间了。鼓掌！人民公安为民除害，现场打掉诈骗团伙啊！别废话，走！谢谢啊！谢谢，还谢什么？咱是一伙的，还谢谁？谢谢啊！谢谢。